啊。好，谢谢，也是蒋龙龙和所有的北美艺术工作的一些人员的一些共同。所以小唐带了个头，我非常高兴，我跟您握个手，作为见证。啊，像照下来啊，照下来，有没有录音？录上。大家听到这非常的高兴，哎。好，邓老师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邓老师，我觉得您的讲话可以代表演员的心情。谢谢您，谢谢。好，那么谢谢李老师，那么也是顺着李老师话的意思呢，那谢谢啊，那谢谢唐先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啊喜悦、欢乐，还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希望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是。Thank you.